小王昨天晚上发烧了，他就有这个针眼儿，然后昨天给他滴了点眼药水，估计是眼药水导致的还是怎么？医生说了，丽娜不让你吃巧克力和甜的东西，丽娜，丽娜，医生说了不能吃啊！啊，你都搁这儿敲胳膊里了，你也叫胳膊里，你也叫哭声，不能吃对吧？医生说了不能吃，你还吃？不让他吃，你看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你看藏这儿吃呢。医生说了不能吃甜的，你看那个饼干多甜呀、啊。都搁这胳膊里，你得嚼苦水，不接你看。的。都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你还偷吃，都钻着这儿自己偷吃是吧？你不如在故事。那你放那儿吧，放那儿吧。去干嘛了？啊？俺能来几遍干干活？你，俺能来几遍玩具？干嘛玩具呢？